中国传统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实践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国之瑰宝。中国传统武术无论在保家卫国、强身健体、去病延年中都做出了积极贡献。追溯历史，早在1936年，中国武术就跨进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赛场，从此中国武术走向世界。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族人民从事习武练功和强身健体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世界各国的武术社团及武术爱好者也相继来到中国学习和交流。时逢盛世，为了发扬中华民族习武健身的优良传统，继承各流派的不同风格，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帮助广大武术爱好者解决在习武练功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们特邀请武术名家传人孙志军等大师进行讲解和表演，并现场拍摄录制本套系列教学片，供大家学习参考。基础教程第一集，由申八卦连环掌基础教程，为便于广大武术爱好者学习训练由申八卦连环掌，经程派八卦掌第四代掌门孙志军师傅的精心指导与6年的实践及不断的改进，总结出一套易学、易掌握、易提高的基础训练教程。此套教程含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初级套路等3部分内容，其内容精华按实践教学成功后的进度顺序进行汇编，为继续学习24式、64掌与器械部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材部分与声像部分互相对应，使爱好者更方便了解学习八卦掌。主讲王德明老师，示范陈思、赵文忠老师。
卦掌基础套路一演示。上一章专辑我们讲了手型、步型、手法和主要步法及形状练习。本专辑从组合基础套路讲起。
两掌单推掌组合练习，沿肘两掌穿开单推掌，请看慢速演练。沿肘时要以腰带背，开掌时两手不要离开，横开掌时眼睛要随手而走，做单推掌时要注意底下的手，手指挨住肘关节，穿掖掌组合练习，弓步穿掖掌，自体前经胸肋间反穿，小臂内旋，掌心向上，掌指向前，穿后小臂外旋，手心向下，掌指向前。请看慢速演练。
穿掌时要注意力的方向呈直线。转体时要蹬地转胯。注意的问题，在穿掖掌时，掌要贴身而行，身体不要有起伏。翻身掌，眼肘撩掌，眼肘时掌心向上，肘部贴胸，撩掌时手心贴身，上部撩掌，一掌上下，一掌心向上，自下而上向前撩出。翻身时一掌小臂外旋，掌心向上，自头上顺时针旋转，上部盖推，一掌心向前，掌指向内，自头后向前体前直推，同时一掌自体前经胸肋向后穿出。Thank you.
云盖掌，两小臂体前交叉，并外旋，逆时针平转，一掌自头后向前盖推，一掌自体前经胸肋向后穿出。慢速演练，在云盖掌时，上体要向后仰，两臂在头上接近平旋，向后穿掖时要蹬地转胯。撞掌练习，一掌掠手并外摆步，而后掠手经胸前肋间背后向侧面掖撞，做掖撞掌时摆步与扣步要协调一致，看慢速演练。穿掌、掠掌、摆步后掖、扣步、马步撞掌，在做掠手、掖、撞时，动作要协调一致，中间不可停顿。手法与步伐配合一致。
穿腿组合练习，一掌做向后穿掖掌，一腿屈膝抬起，然后脚尖发力向前穿出。穿腿时穿掌与穿腿同时，请看慢速演练，向后穿掖掌，身体转过来，屈膝，伸腿，落步，向后穿掖掌。穿腿跟穿掌要同时进行。穿掌后撤步穿掖掌也要同步进行。上穿撩掌组合练习，行步撩一，上穿掌，撩掌，请看慢动作演示，眼肘撩掌，扣步上穿掌，转身分手撩掌，马步撞掌。扣步上穿掌时，穿掌要沿着撩掌的大臂后方向上穿出。注意上穿掌后身体向右转或者向左转，两手在体前要交叉。撩掌，上穿掌，转体，分掌，撩掌，撞掌。
腋下藏花，也叫疗掌。一掌眼肘撩出，扣部穿掌。请看慢动作，眼肘撩掌，扣部穿掌，手心藏于腋下。撩掌与摆步要同步进行，扣步跟穿掖掌要同步进行。摆步撩掌，扣步穿掌，藏于腋下。横开掌，眼肘，摆步撩掌，扣步平穿，藏于腋下。穿腿翻身掌组合练习。云盖掌穿腿，侧步反掖掌，上步翻身掌。慢速演练一遍：云盖掌穿腿，侧步穿掌，上步翻身掌，盖推，后穿掖掌，撞掌。Thank you.
腋下藏花组合练习，摆步撩掌，扣步穿掌，开掌，沿肘撩掌，扣步穿掌，请看慢速演练。沿肘摆步撩掌，扣步平穿，腋下藏花，摆步开掌撩掌，扣步平穿，腋下藏花。词章组合练习属于左右各一次，既可以练习手法，又可以练习步伐。磨身掌组合练习，沿肘摆步撩掌，扣步上穿掌，扑步外结掌，云盖横开掌组合练习，请看慢速演练。七星掌、云盖掌、穿掖掌、扣步转身横开掌、穿掖掌、腋下藏花。
顺势掌组合练习。眼肘百步撩掌，扣步穿，腋下藏花，百步横开，上步盖推，背身撤步。在教学练习中，我们要注意顺势掌的步法变化。在横开掌时，里脚要沿着圈走，外脚要向40度方向迈出。请看慢速演示，眼肘撩掌，扣步穿掌，腋下藏花，横开，里脚带圈，外脚向圈外迈出，向上扣步，撤步，背穿。下沉单推掌组合练习，下沉按掌，分掌，经腰间向上穿，做上托掌，扣步转身，单推掌。请看慢速演练，下沉按掌，分掌，经腰间向上穿出，上托掌，扣步转身，横开，单推掌。